好啦，要面对啦。是觉得会输啦，就只是，而且没有拿到你讲那个神器啊，伤害变五的那个啊。哇靠！是要打杀回？你看我是不是溢出了？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？最好是给我抖内哦。啊干，我忘记喝水。哎呀，两点敏捷，六点三，七点格挡，六点。伤害而如果你们再这样嘴的话，我以后就不开了哦，懂吗？你们真的是有点踩到我的雷点了哦。九是三十六，三十六，好烦哦，心情被你们影响到了啊，好想关台哦。每打出一张能力牌，获得一点力量。能力牌，二十四，194，97，
层。那、啊、你怎么回来了？十六点格挡。你哥有这款游戏，坑来玩啊！真的蛮好玩的啦。你没看我这几天在玩这个。哇，不会要过了吧？啊，他问他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哎、欸，怎么在乎人？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不能攻击他了？然后进化了。我不能攻击他、欸，哎，太贱了吧！他要进化了，他进化什么？就是他会再有下一条线。哎、欸，他很奇怪。什么啦？我以为我是，我等一下开台、欸，先生哦。欸、不对啊，九十点防御。哎、欸，没人这样的啦。要开台，你这样对我，虚弱你啦。三六十八，下一层给你剧毒，终结技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结束这回合。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零。好，我好安全哦，沙小。三、四、欸，解锁成就，什么成就？看一下啊、哦，拥有99点以上的格挡，哈哈，谢谢各位。三十。三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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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格挡喽，要死掉喽！三八九点十点，三十。三为什么敏捷这么多啊？好恐怖哦！结束啦！要玩王国之战了。
前进。小鱼，快夸我！扇子还是匕首吧？你好棒哦！哇，谢谢！你怎么那么棒啊？我最棒！你有说那个？你还有两分钟开台，为什么你来不及开台？结果你来得及，好棒！你看一下那个扇子还是匕首的吧，那个能力。怎样？加敏捷的。加敏捷。你有抽到一个神器？哪一个？所以你一直在讲是神器。匕首跟扇子啊，这两个。就是因为那个就是你匕首吧，还是没有扇子是加格挡啊，应该是匕首吧。对，那个匕首加敏捷，匕首是那个每攻击一次加一次格挡，所以你小刀也、哦、加敏捷哦。哦吼，对啊，小刀也是敏捷啊，这个啊敏捷就是格挡的啊，所以说我操、啊，所以你有抽到神器那很全，所以你打三张牌就会给你加五点一点敏捷，然后再加三张牌一点格五点格挡，四点格挡。好恶心！我记得也有类似的牌啊，也是，可是是加力量的。没有，前面就抽三张，是说什么三个诅咒牌跟三个神器啊？那下一回合就喝个药水，全部抵消掉了。药水那个诅咒牌全部送光光，胜利！你看，我还有四个没解锁哎、欸，不知不觉就过关了。真的，好啦，去开台了，拜拜拜。好了，我们，哎、欸，这原本就有啊，确定，前进。好了，我们吃鸡了，感谢各位，真的时间过得很快，一个小时就从零到有。啊，好啦，我要去王国之战啦，先关声音哦。还没啊，我没看到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刚吃鸡啊，等一下、啊，刚，要等啊！哎，好烫啊！好烫，水温是不是太高？真的了，被烫到！哇，你在游泳吗？哇，你竟然有麦块啊！我有麦块，我知道我有什么吗？波波，波波，你怎么长得很像熊猫？就是，你知道吗？旁边面具感觉像影月。你为什么不要人家说话？你为什么不要你的孩子说话？他坏坏，不好意思，没教好哈，我回家带回家一下。对，每次我惹妈妈生气，光看时间就知道是团团跟影月的孩子。你妈妈哦，团团跟影月的孩子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是这样？妈妈说，嗯啊，我觉得他妈的脸在亲人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让这个新人好好体会一下这个王国之战怎么玩。好啊，就是是新人的体会吗？就是那就是新人当国王啊！哇哦，一边是 Bobo 当国王，另一边是酱油当国王。不要，好耶！好耶！权力，耶！选择的权力，而且对上还会有，还会有间谍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突然肚子痛啊！今天到这里，来不及了。酱油，我也肚子痛了。我们只是简单，好不好？我跟波波要一起去找厕所了。最简单的名人，好名人哦。阿杰，嗯，哦好。来哦，波波跟酱油一定要敌对哦！啊，刷到敌对为止。我想要刷到同队，敌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红队波波国王队对上红队酱油国王队。
哎、欸，总不过有时候有研究一下地图，但你们还是要好好教导他。我怎么感觉对面好像有点强啊？我的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都很强，都很强。你太高估酱油了。我好想当间谍啊、欸！那个什么，帮我们试试麦当劳吧、欸。可以、哦。我觉得开揪开揪，我觉得五打五挺好的。先吃一波。没事没事，酱油来，我们下去。哎、欸，哦，我也要动哎、欸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你们要？而且我也要走哎、欸。女生都要走。女生都要走。好、啊，那我不是女生哎、欸，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。啊。哈什么？哈，我是男生。对、哦，哈，我是男生，我是里面唯一的女生。性别认知了解吗？要确认一下吗？确认一下，拉开裤子看一下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是在这边就好了。对。我不好意思，我跑错地方了。等一下，你这是什么？臭女生，臭女生。类似，类似。哦，我看错 ID 了。哦、oh, ，有你有你，好了走。你是不是间谍啊？你是间谍、哦，间谍，没有啦。搞完你真的就是间谍啊！等下就投啊投啊，拜托、啊，快投快投快投！先投先投拜托投先投先投，十分钟就投。间谍模式开启。我是要点那个，你要点那个。我点了 ，OK， 有了有了 ，OK， 然后点子开始游戏哦，现在就是一开始是先挖地下往地下挖。包括我跟你讲，那 tab 那个数字就是你的钱钱。嗯嗯嗯。哎，那赚钱的话就下去挖石头。你现在没有钱，不要乱提点。好急。合集。哎、欸，看。哎、欸，间谍，间谍狂。间谍，间谍狂。我从哪边开始？不，你那个，你副手要拿旗子。哦，副手拿旗子哦。不然你的血量条一直黑的。嗯。哎、欸，好夸张哦。团团好夸张哦！团团这样，团团七块钱了、欸，哦，好快、啊，好多钱啊！他发大财耶、欸！嗯他是发大财，你妈哎、欸！好，完，不愧是我妈，我妈真的是一级棒棒，你妈多厉害！我妈赚钱超猛的哦，她现在在养，我们赶快多讲一下，好夸张，妈都怎么赚钱？哈基头，哈基头，我妈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赚钱呢、欸。哈基，投走了，投走你的头上，不要挖走哦哦哦哦哦哦，我们哦十块啦，十块，我们的国家走这么、欸、这么惨，我们好穷哦，我们好穷啊，这是但是要挖到什么、啊？就是挖石头有几率会出现铁，嗯，然后有挖铁的几率出现金矿、嗯、啊，就是越好的就是矿越多钱，哦哦哦哦，我了解了，有钱吗？然后我们通常都会四十层挖啦，对，四十层哦，你就挖到、哦，你会看坐标吧？有会，我刚刚按到 F 二，我拍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团团还贪了那么多，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阻止，四十层，哎有了，哎我看到铁了，咦，哦，好多，我发大财，我的天哪，我遗传到我妈。天哪！遗传到你妈！遗传到，很会讲话、啊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啊怎么？我觉得一定有人在卡我啊！卡到我的钱了。不是，我们真的好穷哦！我的妈呀，真的超穷的，可以重爆了，可以重赛。因为现在挖到一个，对不对？可以重来吗？可以重赛吗？问对面。这个几率我觉得有问题啊。然后有了230，我要惨牌了、哦。问一下，这几率是不是被调过？哎、欸，我脚底下有一个黄金，黄金先不要挖，你现在稿子挖不起来啊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要用铁镐嘛。对对对，还、会升稿子吧？嗯。就是要先赚钱。里面有一个，你要上去了。对。啊，哪里还有一个？对，里面，你后面。哦，少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新手吧？居然这东西都知道。
这个你知道，你知道升级都先按着 shift 吗？要按着 shift 哦。你知道你妈现在很多钱吗？我等一下去找你妈打爆你了吗？跟你妈要她的遗产。要咋抠？我等一下跟她要咋抠？妈要咋抠？那个金矿在我底下生成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odness! Oh my god! Oh my goodness! Oh my god!Oh my damn！、啊、你在吃汉堡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哎、oh ，You know？ 哎、欸，我现在有人在我上面吃牛排是谁、啊？吃个东西没？奇怪，不能吃东西哦。哇，你连吃牛排的声音都听得出来啊！哇，超猛！哇，你连我吃什么都知道？哇，哇好猛哦！那我刚刚吃什么？你闻得出来吗？你刚刚应该是吃个，我觉得应该也是牛排吧，说不定是鸡排之类的。哦，没有，我刚懂了，就是那个牛排。哦，好，攻杀！我有十二块了，我可以升级搞高了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不要领出来哦，不要跟哈基上次一样哦。哈基上次领，不是领出来，你会升级吧？哈，怎么升知道吗？我得等我一下，我先挖上去。能升级的赶快去升级哦，等下300的时候有可能会负债哦。要结婚哦，要结婚哦。提款，这是提款机。不要提款，不要提款，不要提款，就去那边。来我这，来我这。这里上面有一个方块，那边点右键，右键之后屁股按 shift， 然后 shift 右键哦， shift 点左键，左键那个道具，那就变成铁镐了，就可以挖一个黄金了。你要多一把铁镐吧？什么 shift 啊？ shift 左键，按铁了吗？点开，点开它，点金镐，然后 shift 右键，然后 shift 右键，把它拿下来，随便。有吗？啊、哦，有了有了，他少十块钱了。有了有了，哦耶！我成功花钱了。妈、妈，三秒钟，结婚？谁结婚了？结婚了！我妈在了，我妈在了，不在喽！谁的黄金都没挖？可以从赛吗？可以从？哎、欸，金砖呢、欸？金砖呢、欸？哇哇哇！金砖。欸，我才刚刚去升级稿子。不是啊，他们已经领先了，然后又领红包。对，而且是两个的一起领呢。对啊，还领对方的。波波，你可真是二零耶，二零。我妈再婚，不好意思啊。二零，最近再婚，你妈再婚。不是啊，波波为什么跑到低更低层挖啊？对啊，四十层挖。什么？你自己看。我们都在这个平面，然后你再下一层。你是叛逆期呀、啊？生气了，生气了，叛逆。没有。你要把我自己遗传到你，到你妈哎、欸！妈妈跟我讲，就是人要做得好，就是要先蹲得深，你懂吗？哦哦，蹲得越深，脚越酸嘛，对不对？脚越酸，然后就酸到这个没办法站着炒菜。船在赌博啦！他们钱太多了。你妈为什么这么迷信啊？我妈哇，但她就是嫁到一个富豪嘛，然后她就是有那个富豪是不是戴面具？她是不是姓杜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好夸张！有何老师？我们换，没关系，我没有胸脚，我没擦干。对啊，我没事，没擦啦。哦，我可以去申请。没有扣到分数，好像都还蛮赚的。原来扣到钱就亏了，就很难过啊，动到户头的钱啊。哎、欸，整条挖下来没有任何一个铁，有个灰。我的妈！哎、欸，我看到红红的耶！哇，这是脑鬼！有点穷啊！我的学贷都还没有还完，让我还债。对，我也还没啊。这几号啊？1月3号，靠北啊！真的是真的没还了，完了完了！这个上个月都没缴，要缴完了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他那个信用不会那么容易。你跟你先打字说，我要先还一下学贷，暂停一下。所以这是要还学贷啊？是吧？我学贷每个月5000块要缴啊。对啊，每个月要缴。你是几号要缴？2号还是？通常他是20号开始，都1号吗？然后缴到那个31号。对，通常到月底这样子。哇，